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坐。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。二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中存；皈依大摩，地狱中存；皈依僧伽，诸中中存。二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中存；皈依大摩，利欲中存；皈依僧伽，诸众中存。二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中存；皈依大摩，利欲中存；皈依僧伽，诸众中存。请看《大经科注》第328页，328页第四行最后一句看起，啊，第四行。又大宝积经善得天子会说，以声闻法教化众生，故我是声闻，以辟支佛法化益众生，故我是辟支佛，以大悲法教化众生，故我是菩萨。于一切法得解脱，一切无碍故，从所化众生，或以声闻法化也，或以辟支佛化也，或以菩萨法化也。啊，故我是声闻，我是缘觉，我是菩萨也。这一段说明菩萨教化众生，随顺众生的根系，也随顺日月不同啊，所以佛没有定法可说，佛也没有一定的形象实现，总是像楞严经上所说的，随众生心应所质量。那无论佛现什么身啊，菩萨现什么身，说什么法门，都没有起心动念。这个原则一定要了解啊，起心动念就不是法身菩萨了。啊，这个地方全是法身大师，因为他幕后有圆超两个字啊，超越菩萨，超越声闻，超越缘觉啊，那就是化身大师啊，他化菩萨三乘菩萨，也就是十法界里面菩萨跟佛啊，四身法界这两界现身说法度众生，
完全是众生想什么他就现什么，一切法从心想生，众生的心想生，十法界里面的心想生，一真法界没有心想啊，他们已经真的做到了不起心、不动念、不分别、不执着啊，这个人才住一真法界。住一真法界的人，他们的智慧、神通、道理跟化身如来几乎是相等啊，只是无始无明习气未断干净，他不能回归常寂光，除这一法之外跟化身如来没有两样啊。化身如来在净宗称常寂光啊，常寂光就是化身。大宝积经里头也说得很清楚啊，以声闻法教化众生，他现声闻身啊，这是小乘。闻佛讲经说法而觉悟的啊，终于将见思烦恼放下了，这就是阿罗汉，这就超越六道轮回。所以六道轮回从哪来的？分别执着来的。我们学佛，这个烦恼习气很深，眼见思立刻分别执着就起来了，耳闻声也如是，六根接触六尘境界啊，根第六识、第七识、第八识几乎同时起作用，它速度太快了啊！见到外面色相立刻就分别，立刻就执着啊，就有喜欢有不喜欢，就生烦恼。那这种念头如果是正念、善念，念这个念头造业啊，善业、正业感三善道啊。如果这个念头不善不正啊，是恶业所感的三恶道。在大乘法里头，三善道跟三恶道是平等的。啊，为什么呢？都出不了六道。三善道里头，消福报，你修的福啊，修的善，善有善报啊。那你造的恶呢？恶有恶报，恶在三恶道。三恶道是消罪业的。啊，三善道是消福的啊，你造的善业恶业都要消掉。自信清净心里头没有善恶业，所以它没有六道轮回。啊，那叫净业，四圣法界叫净业。也就是净宗所说的方便有余土，方便有余土里头有染净，染是六道轮回，
四生叫净土。啊，然里面有善恶，啊，净里头没有善恶。那我们修什么？说实在话，真正修行，六根、六识，啊，这个六根在六尘境界里头，不起六识，问题就解决了，不造业了。啊，看东西看得很清楚，没有喜欢不喜欢，没有分别执着，这就不造业。啊，佛菩萨是这个境界，他视线不管视线什么身，他六根在六尘境界里头，不起心，不动念，不分别，不执着。这是一真法界的起用啊，这个里头三句没有说的那么高啊，都还在十法界之内啊，声闻十法界最低的就是阿罗汉。叫声闻，现声闻身；叫缘觉，现缘觉身。辟支佛就是缘觉。啊，叫菩萨，现菩萨身。菩萨跟前面声闻缘觉的差别，声闻缘觉没有发菩提心。发菩提心，这个人就是菩萨。这个真法，假法不行啊！那菩提心是什么？菩提心是度众生的心，声闻缘觉着重自度，不着重。度众生啊，度众生完全看他喜欢啊，他喜欢度你他就度你，不像菩萨，菩萨没有喜欢不喜欢，对一切众生常常念着要度他啊。那么大乘又说，佛不度无缘众生，为什么他不接受？菩萨真的度他，他不接受。啊，要他欢喜，要他接受，菩萨才能度他。菩萨没有分别心，众生有分别心。念老在幕后给我们做一个小结，这一段的结论：思明住大师善巧方便，善巧方便是后得智，就是根本智的起作用。啊，你看，随机度生，随身众生。教化众生，示现二乘。虽示现二乘，他不着二乘人的相。换一句话说，他没有分别之处。立声闻辟支佛的相，所以叫。语言超啊，
啊，文中经文里头这个弟子，元朝声闻辟支佛弟，这个弟就是地位，声闻圆觉菩萨的戒位。我们再看下面这段，啊，第六小小课，其如三昧，啊，入空无相无愿法门，啊，空无相无愿者，这叫三空三昧。净言疏语。众生即法，虚无自性，故名为空。众生，广义的讲法，众缘和合而生起的现象叫众生。这个范围包括太大了。啊，包括了十法界，包括了整个六道轮回，法的范围更大了。啊，法是全宇宙，佛法里面所说的遍法界虚空界，就用一个法做代表，总代表。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说，何其自性，能生万法。这一句话，学佛学大乘的人一定要记住，慢慢去训练。练什么呢？把我们的观念纠正过来，与入大乘境界就不难了。知道什么？知道一切法是假的，一切法是自性变现出来的，众生皆法都没有自性。那自性是什么？自性是真如自性，自性是一个，没有众生的自性，没有法的自性。啊，后面这个自性是指一个现象的自性。啊，大乘教里面讲自性是整个宇宙的，六祖讲的是全宇宙的，所以也叫法性，也叫真如。啊，名字说的很多，不要执着名相，要懂得他的意思。啊，自性离体是一个，我们在学习当中常常用电视屏幕做比喻。啊，电视屏幕这一个，它没有生命。我们把这个电视打开，一片白的，啊，就像长激光一样，里面什么都没有。我们按频道，一按频道，色相就出现了，那就是万法。啊，这个色相有生命，屏幕没有生命，所以要知道。生灭跟不生灭永远是糅合在一起，分不开的。啊，但是你要认识清楚，能现色相的屏幕不生不灭，屏幕所现的色相是生灭法，刹那不住。啊，我们今天的电视数码
频率多高呢？等于这个动画啊，幻灯片1秒钟100次的频率啊，就是这个幻灯片的移动1秒钟100张啊。早年间我们看电影，那个电影是动画啊，这个是电影的底片啊，这个正在放映机里，一张一张的幻灯片，1秒钟24张，我们就以为那是很逼真啊。电视比这个快，加1倍啊，以前的电视50张，现在电视进步了，用数码是100张。这个生灭现象就在我们眼前，我们毫无知觉，一点感觉都没有啊！100张啊，就没有感觉了啊！看到好像是真的，其实它是假的。啊，那我们现实这个境界里头啊，眼见宇宙，耳听八方，这种现象频率要是像我们用幻灯片一样，1秒钟多少张啊，它就在我们面前，我们完全没有法子感觉到啊，它太快了。弥勒菩萨告诉我，这一弹指多少次的频率？32亿8000年啊，八千是10万，32亿乘10万。320兆1秒钟。今天电视的画面是1秒钟100张。我们实际上现象的时候，这一弹指是啊，一弹指是320兆。那1秒钟能弹多少次？有人告诉我，能弹7次，那乘起37,000,000,000，1秒钟啊，2000兆次的生灭，我们怎么能觉察到？啊，这个现象就在眼前。6根是这个频率里头产生的，6尘也是它，也是在这个频率产生的。啊，今天科学家发现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科学家发现的跟佛经上讲的一样的，这物质现象从哪来的？念头变现的，被科学家发现了。那佛经上早就讲了，相由心生，心是念头，境随心转，境是物质环境，随着我们心在转变。那我们身体状况
今天一位同学中午吃饭的时候告诉我，他们念无量寿经，专心去念，什么毛病都能治好。这稀不稀奇？不稀奇，正常的。海贤老和尚什么样的疾病的时候，他就一句阿弥陀佛，一句阿弥陀佛能治病。这是什么？念力的能量。只要把念头集中，就能改变物质现象。物质现象带着有病毒，这就不健康啊，生病了。念头要清净了，念头里头没有病毒，物质现象里的病毒也就没有了，它健康就恢复了。美国的修兰博士就用这个方法治病，这个方法是夏威夷土著祖传的。他用这个方法在全世界到处给人治病，治好的例子有几千人，这不是假的。他到香港来的时候来看我，我问他，你治病这个方法依据的是什么理论？他告诉我，清净心。治疗的方法很简单，他需要病人的资料。第一个姓名，第二个生日，出生年月日，第三个现在住在哪里，第四个病历，你在医院检查的病历给他看。治病不需要跟病人接触，不需要见面，距离几千里都有效。你比如他在此地美国那边生病，打电话来他就能给他治病。癌症医院不没办法治的，他都能治。治的方法用观想，在佛教里观想，把对方跟自己观想成一体，那么他的病历就是自己身上带的病历。用清净心观想自己的身体带着病毒的细胞化解了。这个做法一天要做半个小时，要连续做30天一个月。自己的病没有了，对方就好了。不要见面。有道理，佛经上讲的没错。现在量子力学家发现了，发现他不能治病，什么原因？他心不清净。佛门的人，修行人，如果有这种功夫，能治病。为什么？他得到清净心。清净心就是阿罗汉，平等心就是菩萨，平等比清净高。觉悟了就是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那叫成佛。就经体上清净平等觉，修净土修什么？就这三桩事。念佛要把清净心念出来。清净心念出来，再进步把平等心念出来，最后
要把自信念出来，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。啊，用念佛的方法可以达到。所以《般若经》上说，法没有优劣，是平等的，法门平等，无有高下。为什么？每一个法门都能帮助你得到清净平等觉。啊，不是专门某一法，任何一法都可以。啊，秘诀什么？秘诀就是专。海鲜老和尚所说的，天下无难事，只怕心不专。啊，专什么？专就是定，专就能恢复清净，恢复平等，就能大彻大悟。啊，所以学东西，东方人修求智慧，求智慧的理念是一门深入，常识熏修。转啊，三字经上讲的教之道贵以转，不能学多，不能学杂啊，从小就要这样训练他啊。现在人是广学多闻啊，佛家也有广学多闻，但是他是专到极处大彻大悟之后才广学多闻，没有大彻大悟，他都是用转。大彻大悟开悟了，开悟的时候广修都很容易啊，一接触就明白了。我们在坛经上看到慧能大师啊，法达禅师去参访他啊，在曹溪见面的时候行礼啊，拜了三拜头都没着地啊，起来的时候六祖就问他，你三拜头没着地，你自己觉得有什么值得骄傲的？说傲慢啊，他也很老实，他读法华三千部，法华经很长啊，虽然是七卷，每一卷都很长啊，一天只能读一部啊，那三千天十年了啊，中国人讲十载寒窗啊，一举成名啊，他十载十年专门供一部经，这个方法正确的啊。六祖问他，法华讲什么啊？六祖不认识字，当然没有读过啊，没有听人家念过。他说，你念得这么熟了，念给我听听啊。但是我发达说不出来啊，发达行向六祖请教，六祖是念过听《法华经》二十八品，他念到第二品《方便品》啊，也就是六祖这听了两，告诉他行了，不必再念，我全知道了啊。这就是广学多闻啊，他给他讲《法华经》，开悟。啊，那么六祖给他讲他能开悟，给你讲给我讲不会开悟，为什么呢？我们没有三千遍法华经的那个底子啊，所以广学多闻是为度众生的，厚德智就是善巧方便啊，根本智那是禅定，根本之叫厚德智，
般若经上说的，般若无知，那是根本知，无所不知是厚德知。啊，他一看就明白，一听就明白，啊，龙树菩萨的根本知。看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经，3个月就看完了，全通了。啊，这3个月是厚德智，有这个智慧，能教化众生的。啊，什么样的根基，给他说什么法。啊，事出世间一切法，没有他不知道的。海鲜老和尚他一句佛号啊，真的了，净土宗教理一心不乱，理一心不乱的境界跟禅宗明心见性是相等的，啊，也是什么都知道。他那个师父也是明心见性，不是普通人，所以师父当年告诉他，啊，你明白了，不能乱说，不能说，啊，这一句佛号一直念下去，这个人的优点，他的长处就是老实听话正干，啊，表现在孝亲尊师，啊，你看他每一年清明10月初一当地的风俗习惯，啊，要上坟，祭祀祖先。啊，老师过世了，要到老师坟前去祭祀。他年年不缺，啊，中国习俗，清明、中元、冬至，啊，这3个节日纪念祖先，不忘本呐，人才会孝顺父母，才会尊敬老师。孝敬2个字。是我们传统文化的根本，啊，我说孝是根，敬是本，孝敬，啊，以孝敬2个字，生活、工作、处事、待人接物，啊，无论从事哪个行业，没有不成就的。真管用啊，跟大乘菩萨戒的精神相应，大乘菩萨戒的精神就是孝敬，看一切众生是我的父母，是我的老师，这三人行必有我师，3个人是一个善人，一个恶人，再个自己，啊，善人他的长处向他学习，恶人他的缺点我们反省有没有，有则改之，无则加勉，他也是老师，啊，那么对父母孝，对老师是敬，这就起作用，
啊，这是菩萨道啊。啊，随众生即法，习无自性。啊，我们一个人，人没有自，有没有自性？啊，单独我个别的没有，共同一个，那是真正自性。慧能大师讲的自性。啊，单独讲这个扇子，扇子有没有自性？没自性。啊，这个房屋有没有自信？没有自信。我们每个人个别没有自信。啊，但是有个真正的自信，那叫本性，中国人叫本性，本性本善。那个善不是善恶的善，是赞叹他太好了，太圆满了，没有任何言语文字能形容，有一个善字。啊，来赞叹他，是这个意思。啊，本性本善。啊，这个善，那就是能大师所说，他为什么善？能生万法。这个善，整个宇宙是他现的。啊，我们能看到宇宙是看到一个角落，很小的一部分。我们迷了，迷失了自信。啊，如果开悟了，你就能见到了。啊，化身菩萨能见到全宇宙。啊，一般菩萨只能够见十法界，见不到全宇宙。啊，声闻阿罗汉辟支佛只能见到六道轮回，六道以外的他见不到。啊，那么佛教给我们完全用戒定慧。因戒得定，定神通就现前。啊，科学家用的是数学，用的是科学仪器，他没有定，所以他发现了，说的跟佛讲的是一样的，但是佛家所说的，你说这物质现象，物质现象谁能了解？三细相，阿赖耶三细相，八地以上啊！科学家发现了，他是不是八地？他不是，他是凡夫啊！啊，六种神通他没有啊，天眼、天耳、他心、宿命，他没有啊，他跟我们一样啊！啊，所以从禅定功夫上见到的不一样，你是真见到了。啊，这个东西用仪器观察，用数学来推理，啊，发现了。啊，发现跟佛讲的是没错，但是佛那种德用你没有，佛的智慧、佛的德用、佛的神通你全没有。啊，用佛的方法的时候，你能见到真相，啊，六种神通现前，啊，智慧德相现前，那个受用完全不相同。啊，佛不需要用仪器，不需要用数学，啊，就用这句佛号也行，管用。啊，海贤老和尚
我觉得他得四意心不乱，大概在30岁左右。因为一般讲念到功夫成片，一般人3年就得到。那么像他这种根性，3年得到一点都不稀奇。再有个3、5年，肯定提升到四意心不乱。再有3、5年，他就真的离一心不乱，就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。应该在40岁前后，他就得到了。他的寿命我想，应该是70、80岁。他活到112岁，那是佛力加持的。佛让他住世，让他表法。表法到什么时候？表法到看到一本书就圆满了。这本书就是《若要佛法性，唯有生产生》。弘林法师编的。看到这本书，你看，他往生前3天，有居士们带这个书给他。他不认识字，看他带的书，这什么书啊？他说这个书叫《若要佛法性，唯有生产生》。他听到这个名字，高兴得不得了。穿袍大衣，拿着这本书捧着，要求大家给他照相。一生从来没有主动让人照相的，没有，一生都没有拿到这本书。要求最后的表法，圆满的表法。3天他就走了。走得自在呀！来佛寺这个小庙，没人瞧得起。3个人都有这样的成就，这给我们表什么？这一句阿弥陀佛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你看第一个往生，他妈妈，海鲜老和尚那一年57岁，他妈妈86。妈妈晚年。他的二弟过世了，没人照顾，他把他接到山上，住在庙里。妈妈从小就吃素，念佛。这一天。他跟海鲜法师说要回老家，仙公劝他，他坚持一定要回老家。还是听妈妈的话，陪妈妈回老家。老家实在讲房子也没有了，过去做生产队长，还有3间茅棚。就把没人住，茅棚打扫一下，住在茅棚里头。过了2天，他要把他的女儿、侄女统统叫回来。
啊，叫回来了。他亲自下厨房包饺子。啊，吃完饺子之后，他在椅子上盘腿一坐，告诉大家：“我走了。”就真走了。这么潇洒，这么自在。啊，他回到老家去，实在讲是往生。他知道什么时候走，日知时日往生，让他女儿侄女儿亲自看到，劝他念佛了，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第二个往生是海贤的师弟海清法师，走的时候82岁，他从小出家，11岁出家，也是这一句佛号念了70年了，啊，都不认识，海清也不认识。那海贤老和尚一句佛号念了92年，跟阿弥陀佛见不少次面的，我估计应该10次以上。那在他那个境界里，想见佛，佛就现身。啊，为什么？一切法从心想生，阿弥陀佛在哪里？无处不在，无时不在。发生佛了，一念头一动，他就现身了。这个念头，清净的念头。啊，所以在一般讲，念到功夫成片，这个缘就去除。啊，《楞严经》上说的不是假话，大师之后再讲的，一佛念佛，现前当来必定见佛。现前是我们活在世间见佛，当来是往生极乐世界见佛。啊，那现前功夫成片，这个跟佛就有感，佛就会现。你虽然没有求佛，你有达到这个功夫，佛现前告诉你，你的寿命还有多长？啊，等到寿命终了的时候，阿弥陀佛说：“我来接你往生。”等于说给你受记了，你的信心具足，你的愿心不会改变，因为你知道什么时候要走。啊，那很自在啊。那从这个功夫上没走的话，从这个功夫上提升，3-5年肯定是离心不乱。啊，再有个3-5年，决定离心不乱，快呀、啊！这桩事情在我们这做快呀、啊。啊，所以他有那么长的寿命，那就是他阿弥陀佛交代他表法。啊，表法为什么表的？为我们表的，为净宗表的。你看现在啊，大陆上对于这个慧济本反对的多少，批评的多少，多少念佛人修这个法门的退心的，不敢修了，改换经本，换康僧开的本子。啊，有很多人来跟我说，这慧济本不可靠啊。那我说你们改，我不能改。他说为什么？我这个本是老师传口的。我对老师有信心，啊，李炳南老居士给我的，
那会错，他会不会害我？不可能。啊，我在他麾下听了一部《无量寿经》，不是这个本子，康僧开的本子，所以康僧开本我学过。啊，非常用心，从头到尾听过一遍。但是老师把这个本子传给我，我看这个本子特别喜欢。啊，老师过去讲过一遍，自己用毛笔写的注解，就写在经本上。啊，这个本子他给我了，给我起作用了。给别人不起作用。啊，老师完成之后，我把它印了10000本。啊，现在印的多了，恐怕超过100万。啊，给我起作用。我过去用这个本子讲，那时候在美国讲了。先后讲过10遍，啊，那个时候讲《华严经》，华严跟这个同一部，啊，《无量寿经》的大本就是华严，中本是《无量寿经》，小本是《阿弥陀经》，啊，这三个经是一体，讲一桩事情。所以我们一定要晓得，啊，我们绝不被试探到啊！啊，老师教给我的，我这一门深入，啊，决定会有成就。我们什么成就都不想，只想往生，像海贤、海庆这么自在。啊，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，没有一点不舒服。啊，海贤是拜佛，拜累了，躺在床上休息就走了。啊，有人跟他说：“你走，告诉我们哪一天，我们给你助念。”啊，他说：“不要助念，助念靠不住。”啊，我自己念佛往生，不需要麻烦别人。啊，所以他的碟片，刘素云居士，现在我想应该看500遍了。前2个月打电话告诉我，看了250遍。他一天看5遍，也就是看6、7遍，越看越有味道，欲罢不能。啊，你慢慢去看，会发现很多东西。啊，妙不可言的。那么一切法没有自性，没有自体，啊，都是什么缘聚的？缘聚就有心，缘散了就没有了。我们的身体四大五蕴活活现的象，四大是物质现象，地水火风，啊，其他精神现象。受想行识，这是五蕴现的。五蕴聚在一起现的想，散开了之后就没有了。啊，房子假的。啊，房子怎么成就的？啊，砖头、钢筋、水泥，啊，都是这些东西。堆在那里是一堆。啊，按照图样把它建造起来的时候，它就变成房子。没有自体，
啊，慧能大师讲的何其自信，那是真的，真的自信。啊，万物只有一个自信，所以万物跟我是一体。那就是阿赖耶的三细相，阿赖耶三细相是一切万法共同有。那关系就清楚了，我们跟一切众生什么关系啊？一体。所以佛的爱心就是慈悲，是从一体里头流出来的。这个爱，真诚的爱，平等的爱，没有分别的爱，啊，没有执着的爱，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那么这种现象，如果你想见，佛有方便法，叫我们看婴儿。小孩出生100天，你细心观察，啊，完全天真显露，啊，他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没有起心动念。我们中国老祖宗有智慧，有德行，看出来了，看出来叫天真、天然、真实，在这看出来了。啊，心里想着，如何能将这份天真永远保持不改变。啊，从这个地方才兴起教育。这教育念头怎么起来的？从这起来的。啊，教的方法，教小孩不要受到外面环境染污。啊，从什么时候教呢？从母亲怀孕时候教，胎教。啊，母亲怀孕，注意自己的念头、言语、身体的造作，所有一切负面的、不善的，啊，怀孕这10个月的时候都要非常谨慎，啊，10个月只有善念，没有恶念，让小孩感受这个气氛，啊，言语如火。啊，决定不能发脾气，不能有爱语。啊，就是夫妻在一起也都要保持礼节，它会影响小孩。啊，小孩出事了，眼睛睁开了，耳朵他已经在看，在听，他在学习，所以他看到的，听到的，接触到的全是正面的，没有负面的。啊，《弟子规》是父母做出来给小孩看的，是这样教他的，而不是教他念的。啊，父母他自己的父母还在呀，尽孝道，让小孩看到，天天看，看到3岁，看到100天。他就有能力辨别是非善恶，恶的他会排斥，他不接近，善的他生欢喜，他有这个能力。所以中国古谚语有一句话说，3岁看八十，3岁孩子胎教的时候能够掌握到，80岁不会转变，不会改变，叫根扎得好啊。这个根扎下去，圣人，他达不到圣人，他是仙人。啊，
所以圣贤教出来的，佛菩萨也是教出来的啊，从圣贤的基础上上提升，就是佛菩萨啊。现在这个教育没有了，那讲起人不相信啊。啊，如何恢复？那就是我们要做给社会大家看。啊，一定要认真。啊，现在这个电视很麻烦，网络害人更严重。啊，还有手机，这通通不能用啊。有这个东西，人怎么能不心浮气躁？不可能嘛！把这些东西通通摆脱掉，缘都给它断掉啊！我们见色闻声，外面诱惑力量比50年前复杂多了。啊，我是1977年第一次到香港来讲解，香港还很淳朴，那时候巴士上还没有广告，现在巴士全是广告啊，那多难看呢。啊，30多年前的香港的风气比现在厚道多了啊，人跟人不骗人。啊，现在的人心完全变了。那个时候，就是陌生人的时候，啊，也对尊重别人。现在完全没有了。那这个社会恢复传统文化，我们相信这一桩事情要靠祖宗之德，要靠佛菩萨众神来保佑，我们自己努力做好榜样，那自己在自己本分上，我们从事哪个行业，在自己的本分岗位上做最好的榜样，那各个行业联合起来，这就是最好的典型的模范社会。啊，我们肯努力，众生保佑。为什么？这是神的意思。神希望人与人之间和睦相处，平等对待。啊，家和万事兴，社会大家和睦相处，这就是太平盛世。我们对于自己文化了解不够，汤恩比的认识在这个世纪可能找不到第二个人能跟他相比啊！他真搞明白了，真搞透彻了，而且他比较全世界各个族群各个传统文化，他做比较，肯定的，中国文化最优秀。
啊，印度大臣不错，但是印度大臣没落了至少1000年。啊，现在大臣也在中国。啊，中国在现前有名无实。啊，所以一定要努力，慢慢再把它培养起来，再让它兴旺起来。这个无自信呢，是个关键。知道无自信，你才肯放下。知道是一体，那个真诚的爱心才生得起来。啊，所以这是禅僧基本概念。非常重要的教诲啊，那么叫空啊，故名为空啊。这个空不当作无讲啊，它有，我们现在眼前看的有啊，不空啊啊。你这仔细看的时候就看，就跟看动画一样啊，一张一张在动，整个宇宙就是动画。啊，它速度多快呢？你看1秒钟，2100兆次的生命在我们眼前，啊，包括我们身体本身都是，丝毫都不能觉察到。假的这个观念改过来，学传统文化啊，修大乘佛容易了，不难了。那这个念头不，这叫这个念头看破，那才真能放下。放下就是我们接着往下看，乃至因缘，相依不有，故说无相。啊，前面从体上看的，它没有自体。啊，没有自体就是空。真空，真空不空，它有相。那相呢？相是原生的啊，所以相也不可得啊。相也是在同样一个频率啊，2100兆次的高频率之下产生。物质现象，先由精神现象，从精神现象里面产生了物质现象，所以物质是假的，不是真的啊，这叫无相。现在我们这里讲空，讲无相。量子力学家知道啊，他们对这桩事情肯定是此理所取，原理妄想能取之心，故曰无愿啊。能取的心是念头，有没有呢？妄想，不是真的，也是假的。啊，你看，妄想能生物质现象，物质现象是假的，能生物质现象那个想也是假的，也不是真的。啊，那什么是真的？真的是不生不灭。啊，念头有生灭，我们所有物质现象有生灭。
啊，有生有灭就是假的，就不是真的，啊，就不应该放在心上。不生不灭的是真的，不生不灭就是自性本性发性，这真的，这个东西是共同的啊。所以全宇宙真的就像一个梦境，这场梦，梦里面的好不好，像万花筒一样，什么都有，起来之后都没有了，醒过来了全没有了啊。金刚经的比喻说得好，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啊，如露亦如电，闪电应作如是观，它不存在啊，像闪电一样亮一下就没有了啊，再也找不到痕迹了。啊，叫我们看破，看破就放下了，放下就不造业了，不造业就能，就可以回归自性。啊，这大乘佛法，大乘佛法教我们明心见性，以这个为学习的目标。啊，又制度论，大制度论上说，无愿呢，故不造生死之业，所以它也叫无作。啊，断悟修身，要执着断悟修身的相，就叫造业。那造业造的什么业？六道轮回，六道轮回自己造的，自己出不去啊。如果断卧修善不着相，那就不造业。那为什么呢？他不敢果报啊。你修的善，善没放在心上，三善道的果报你没有，度众生造恶啊。你看华严经上，甚热婆罗门，愚痴，甘露猴王，成慧，法所弥陀女，妓女啊，贪嗔痴啊，手段是杀道业啊。他造这种恶业，受不受报？不受报啊。为什么呢？他心里头没动念头。那为什么造这个呢？度众生的手段啊，什么手段都可以用，你不能起心动念，你不能分别执着啊。有起心动念，有分别执着，就造业了。啊，佛菩萨头一个没有自己，所以他没有造作，无论干什么都没造作。释迦牟尼佛为我们示现，住世80年。讲经教学49年，他有没有造作？没有。啊，他到最后告诉大家，他一句话没有说，一个字没有说。谁要说他说法，要报复。那你说了49年什么？一切都是诸佛所说的，佛佛道同。啊，他所说的跟诸佛所说的完全相同。
不着相啊，度众生不着度众生的相，讲经教学不着讲经教学的相，这就叫空无相无愿法门啊！这是大乘菩萨啊，跟外表跟众生一样，天天做做，心里都干干净净，一尘不染啊！这个我们很难做到，我们学海贤就对了，海贤心里头就是阿弥陀佛。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也没有。啊，吃饭心里是阿弥陀佛，没有想到这个菜好吃那个不好吃，没有这个念头，阿弥陀佛不间断。啊，工作啊，种田啊，种菜啊，干什么都是阿弥陀佛。啊，心是阿弥陀佛，事跟大家一样干。心是阿弥陀佛，这叫真功夫啊！真功夫生真智慧呀，所以待人接物处理的都非常恰当，没有把事情做错啊！众生疑难杂症向你请教。你随口就给他解答，没有说错啊！这就是不用妄心，妄心是阿赖耶，八十五十一心所是妄心，他不用啊，叫转八十乘四智啊，转阿赖耶为大圆净智。照见万法啊，转莫那，莫那是执着，把莫那转变为平等性质啊，把第六意识转变为无分别智啊，这个六识是分别。其实是执着啊，不分别不执着，转前五识为尘所作之，成就一切无量无边功德，这就是四智菩提啊。第六意识不分别就是妙观察，不执着就是平等心。转从这两个转，这两个因上转，第八跟前五跟着就转了啊，果上转啊，所以修行只要修这个，不分别不执着，这就是小功夫啊。那么海鲜老和尚也算，分别执着是阿弥陀佛。除这个之外什么都没有啊，真的一切分别执着统统放下了，所以看什么都好，看什么都欢喜啊。为什么？全是自信变现的啊，全是心得，这就叫明心见性，在所有现象里面看到发现清清楚楚，发心不生不灭啊！法相是极高的速度频次高频率产生整个宇宙的幻想啊！所以他无怨了，度众生
不把度众生事情放在心上，那这事能做得好吗？啊，做事的时候用心的，我们讲做完之后不放在心上，功夫好的人正在做的时候也不放在心上，成熟了。啊，我们今天学海鲜，无论一切时一切处全是阿弥陀佛，除了阿弥陀佛之外没有第二样东西，这个人一生成就就得利于这一生佛号，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啊，读书千遍其义自见，他念阿弥陀佛不止千遍，真听话真干啊，92年不拐弯，一直念下去。下面还是大智度人上的话，观住法空是名空，于空中不可取相，这叫无相。无相中不应有所作，为三界生，事实无相，转名无作，就是无缘。啊，所有一切法都不可得，连佛法也如是。佛法是原生的，所以《金刚经》上佛告诉我们，法上应舍，何况非法。那个法是指佛法，佛法也不能放在心上，放在心上错了。啊，自信清净心里头没有佛法这个东西，佛法是佛的方便法，是因为我们迷，啊，帮助我们破迷，开悟，啊，开悟之后真正开悟了。并没有了，药也不要了，那佛法是药帮助你看，那个法子也不要了啊，你叫人可以用，也要叫人啊，开悟之后就要放下，能大师说的好，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，这个本来无一物了不起，就彻底放下了。啊，空无相无云，这入这个法门呢。下面用比喻说，啊，譬如尘有三门，一人生不得从一时从三门。同时，一时就同时，一个身体同时不可能入三个门，那你只能入一门。那若入呢，则从一门，啊，三个门是不能入的。个人根性不一样，有人从空门看悟，有人空门不现，他不能看悟，无相看悟了。啊，有人空无相不现，从无蕴看悟了。啊，入进去之后，实在讲，空无相无蕴都得到了，圆满得到，只要你能进得去。啊，这比喻空无相无作三个门，若人入空门，不得是空，啊，不着空的相，亦不取相，是人直如死般的。
啊，故不虚其他的两个门。啊，若入时空门，取下的时空，于是人不明为门。为什么？他着相了，着相他就进不去。啊，同土跟色进不去了。若除空相，不着空相，不着空相，他就无相了。啊，从无相门落进去了。若于无相相显出，心里有个无相，又进不去了。的生息论，啊，事实除去。无相相，如无作文，改为空无相无愿，欲入门呐。由此法门，其如诸法实相之涅槃者。《金刚经》上，做一句话。说清楚了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有时候你可以用它，不能执着它。一执着就错了。啊，在日常生活当中，处事待人接物，跟一切众生没有两样。啊，实际上完全不一样。为什么？众生起心动念分别执着，佛菩萨没有起心动念，没有分别执着。这是真正入门了。入门就是诸法实相，他对于真相完全了解。啊，切入真相，不爱假象。像释迦牟尼佛在世，啊，释迦牟尼佛久远界就成佛了，不是现在才成佛的。古佛再来啊，为我们表法，为我们做实验。在中国历代，祖师大德有古佛在了。啊，晋宗同学们很多人知道的，善导、阿弥陀佛再来的，永明延寿、阿弥陀佛再来的，这大家都知道。啊，天台智者法师、智者大师，释迦牟尼佛再来的，佛菩萨在中国现比丘身，啊，这个要知道，都是给我们做典型、做榜样。我们要会看，啊，要知道怎样学习。下面说，若人从空门入，亦不见空相，啊，绝不执着空，执着空了，那就不空了。你还有个空，啊，那不是真空，真空里头空也没有，就决定不能执着，啊，这才能入进去，叫直入涅槃，涅槃就真果了，究竟果位，若得空相，你心里头还有空相。
就不能入。要把空相除掉，除掉呢，就换了个名称入进去了，叫无相。啊，倘若有无相之相，即无相相，也不能入。须除此无相相，变成无作，就是无愿门，这如此者，故曰如空，无相，无愿。啊，这三门呢，你怎样能其如自性？宗门教下，啊，宗门是比较干脆，快刀斩乱麻，完全放下。啊，在哪里修？在六根，这要记住：眼见色，耳闻声，鼻闻香，舌尝味。啊，身处心知，六根对六尘境界上，不分别，不执着，就是菩萨。看得清楚，听得明白，那是般若智慧，照见。为什么不执着呢？因为它假的，不是真的。啊，就是真如本性，它不空，但是它没有现象，没有物质现象，没有精神现象，没有自然现象，所以叫它空。啊，空不是无，它能现，它遇到缘能现自然现象，能现心理现象，能现物质现象，虽现那个相是假的。相不是真的，啊，相是生灭法，所以通通不能执着。啊，你真正契入之后，你生活得快快乐乐，无忧无虑，无有杂念，无有妄想，啊，什么都知道。慧也啊，具足万德万能啊，那个万不是数字，实际上全德全能圆满的啊，德是功德，能是能量，今天讲能量啊，也就是说事出世间一切法，没有你不能做到的，你样样都通。为什么？它是自信信的，不从外来。那底下这一颗显示它的作用，善力方面显示三者，这是为教化众生。众生有感，自然有应。啊，为众生实现，有没有起心动念？没有。如果起心动念了，他堕落到凡夫。啊，不起心不动念，自然感应，像我们敲鼓。我们敲一下，啊，敲得重，他响的声音大；敲得轻，他响的声音小。他绝对没有意思。啊，你敲我就要响，你不敲我就不响，不是的，就化而如是。啊，自然而然。
没有一丝毫勉强，就善利方便的。啊，方是方法，便是便用，啊，最适当的方法，最好的方法，啊，成就方便。法华文句曰：“方者法也，辩者用其作用。”法华玄奘曰：“是为可知曰方，你的造作有规矩，啊，是个好榜样。”这是方的意思。啊，善斗机为变。众生的爱好，众生的需要，你完全能满足他，这叫变。啊，但是自己呢，没有起心动念，没有分别之处，这叫善。啊，如果有起心动念，都记忆这个变，这是世间法，这是十法界里头的啊，不叫善。善的时候，虽然做不着相，《法华义疏》里头说，方便是善巧之名，善巧呢是智慧的起用。啊，所以它的体是智慧，啊，起作用叫善巧方便。大基金也说，能调众生，悉令趋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是名方便。大基金上。这一段把教化众生、帮助众生的目标说出来了，那就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这是梵语，翻成中国的意思，阿梵则无。啊，阿弥陀佛，那个阿也是无，弥陀翻作量，啊，叫无量啊。佛翻作就，整个翻出来无量就，啊，所以也翻作无量寿。寿是从德上说的，就是从智慧上说的，啊，智慧无量。功德无量，阿弥陀佛。那弥陀翻作量，那么真的是阿耨多罗翻作上，三翻作正，藐翻作等，下面又是正，菩提翻作就。就整个翻成中国字，无上正等正觉，为什么不把它翻出来？叫尊重不凡，是这个意思。啊，学佛学什么？就是学无上正等正觉，正觉是阿罗汉，正等正觉是菩萨。无上正等正觉是成佛，所以佛、菩萨、阿罗汉，这是三个学位的名称。啊，每个人都可以拿到，什么条件拿到呢？就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你只有三菩提。
那你拿的学位阿罗汉辟支佛。如果是三藐三菩提正等正觉，那是菩萨啊，加上无上呢，这是佛最高的，没有比他更高的啊。所以佛菩萨阿罗汉这么来的，不是说你读多少经啊，就是不与不相干啊，与这一句话相干啊。你得什么样的果位，完全在这一句里头啊。所以八万四千法门、无量法门，都是为这一句啊，而且呢，通通都能证得，真正是法门平等，无有高下。那我们要问，基督教的圣经行不行？伊斯兰教的古兰经行不行？行。只要用一门深入，常识熏修，读书七千遍，其义自见，都能开悟啊！不仅是佛家的八万四千法门，所以佛教后头还有个无量法门，那就包括世间所有一切了。没有一法不能达到这个境界。所以佛家常讲佛法无边的，没有边际，哪一法不是佛法啊？没有听说过这基督教圣经不是佛法，没这个想法啊。婆罗门教不是佛法啊。宗门大德常常问考学生，会吗？会了全是，不会无量寿经也不是佛法，为什么你着相？华严也不是佛法，你把它放在心上，错了。必须心上干干净净，一丝不挂，那就对了，就成就了。所以能调众生习令趋向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这叫方便。又慧疏云，慧疏云维摩经上说的，智度菩萨摩，方便以为父，这是用比喻说制度能生智慧，这个智慧是自性本具的般若智慧，能生一切智慧，这一切智慧是起作用所以方便以为父，方便是后得智是智慧起作用，无量无边母表后表根本智，父表后得智，具足这两种智慧，能普度众生。说大通达，空无相是大智这就是根本智。随意施舍名方便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，这是方便
教化众生没有一点方法，他那个念头常常在变，菩萨的方法跟着他变。啊，怎么变都不能超过他的善巧方便，这法妙啊，叫妙慧。啊，方便有两种，一种身皆空而不取相，下面还有个受证，啊，佛传法给你了，你接受了，一心传心的，没有实际这种东西，啊，还有个证，所以不取相，不取受，不取证，这个不字通下面三个字。那你就真的真的了啊，相受证你只做一个假的，你没有真的啊。所以楞严经上说到最高境界成佛了，归无所得啊，归无所得，就是此地讲的身皆空而不取相受证，归无所得了，回到自性，你所得到的都是自性本有的，不是从外面得来的啊，本有的，本有圆满的智慧，本有无量的德能，本有无量的相好，那是真好啊！那个现的像什么？华藏世界十宝庄严土，这个里面就完全看出来了，显现出来了，智慧德能相好。都是圆满的，没有一丝毫欠缺啊，跟设法界不一样啊，跟六道轮回更不相同了那么第二，以实相离身，莫能信受啊！更需方便诱引群生，令其见悟，其德广大，不二乘所能为。啊，这不就不是二乘人所能够为的？故言善离。我们今天时间到了，就学习到此地。